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是，当当，秘密箱子。那么我们一起打开一下吧。咚咚咚咚咚咚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呢？不知道是吧？艾莉呢，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箱子是到底是什么？OK OK， 等我一下吧，朋友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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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朋友们，一起鼓掌鼓掌一下！哒哒哒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不过这个是还没结束的，还有这边，这里还有抽屉啊，看看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哦，有很多颜色的蜡笔啊，对不对？朋友们。一个一个，艾莉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抽屉里的是20、30、40、50、60，差不多60多个颜色的蜡笔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油画棒，油画棒也有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颜料的，就是固体颜料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这个是你们都知道吧？彩色铅笔哦。这个这边还有铅笔在里面哦，也有橡皮啊，对不对？哇，特别特别好，这个真的艾莉的宝物，这是艾莉的宝物箱子啊。哇，那今天呢有这个箱子，那要涂一下小艾莉哦，怎么样，挺好的吧？那么这样吧，今天呢艾莉不要全都用彩色铅笔来画一下小艾莉，然后下次呢就用这个蜡笔或者是固体颜料来彩一下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对吧？对吧 ？OK OK， 现在要开始彩一下小艾莉啦。首先呢，帽子这边有帽子，帽子呢绿色吧，青绿色的。哇！这个彩色铅笔很柔软哎，那么这个英文字一呢要画什么颜色？黄色吧，黄色，艾莉最喜欢的颜色你们都知道吧，就是黄色哦。然后呢，这次呢就艾莉要亲自就画这个小艾莉嘛，画一下红色。你们都想过没啊，艾莉小艾莉的头发就变得红色了。不过呢朋友们，只有在这部分是红色的，接近红色了，要橘黄色吧，橘黄色。然后看一下啊，对了，黄色还有青绿色，然后绿色已经都用完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倒过去吧，就蓝色吧。好，那朋友们，现在爱丽丝头发还有帽子全都擦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要画一下衣服，衣服呢就用这个吧。接下来啊，爱丽要画一下这个袜子，擦一下这个。朋友们，衣服还有帽子，然后鞋子都擦好了，那最后要擦一下小艾莉的脸。朋友们，艾莉终于画好了，给你们看啊！哒哒，不是你们一般看的那个小艾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挺好的，朋友们看，很棒是不是？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画的
小艾丽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那么艾丽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朋友们拜拜。已经订阅我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艾丽你好。小艾丽，艾丽我也来了。小凯丽，艾丽我想去游泳呢。你要去游泳吗？我也。好的，我有一个好方法吧，等我一下哦。朋友们，你们记得吧？这是什么包？对，艾丽的宝物。哒哒，今天也要打开吧，打开吧，打开吧，打开。哇！真棒，真棒！每次啊，艾丽打开这个包包的时候呢，就很激动啊，哦，太兴奋了。好，那么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艾丽要涂的画是这个小艾丽和小凯丽的，嘟嘟，好好好。那么看一下，哦，他们今天好像是去游泳场要游泳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艾丽记得上次，朋友们，艾丽只用了这个铅笔，对吧？彩色铅笔啊。这次呢，艾丽要用什么好呢？看一下，哇，太美丽了，太美丽了！朋友们，看一下，这里有，哇，这个到底是几个呀？看，哒哒。有很多颜色的蜡笔啊，今天呢，艾丽用这个蜡笔来画一下小艾丽和小凯丽了啊。好好好，那把这个包包是不要了。OK， 开始，先要选艾丽丝橘黄色的啊，橘黄色呢，画这个衣服吧。嗯，橘黄色是不是一般的橘黄色呀，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。OK， 现在爱丽丝现在涂好了小爱丽的衣服。嗯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颜色呢，啊，在这边也涂一下吧。啊，小爱丽跟小凯丽是好朋友嘛，今天要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吧，情侣装。好。那继续。绿色吧，嗯，因为朋友们夏天的时候呢，要穿亮色，亮一点的就好看。好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好，今天呢要换个头发颜色怎么样呢？本来小艾丽的头发是黄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小凯丽的头发是黑色的。今天要换一下。朋友们，小艾丽的头发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小艾丽，听我说，你呢，一定不要染发的。你呢，黄色头发最好看。OK， 好，拜。那么你们也这么想吧？黑色不好看。不过试试看一下，小凯丽到底怎么样啊？黄色头发我觉得还 OK 了。试试看哦。OK， 差不多了。小凯丽子，对不对？不过小凯丽也是还是黑色头发好，你们俩都不要换了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只是要涂色游戏嘛，没关系的。红色还没用完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呢要用红色吧。红色呢，嗯，要涂这边吧。橘黄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紫色，紫色还没用完，对吧？ OK， 这个。
断了。不行不行，啊，六个字新的怎么会断呢？你需要肤色。哇，这个肤色是颜色不是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不过没关系的，太明显的话也感觉不自然哦。小凯莉也是哦。OK， 朋友们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好了。不过，仔细的看一下，还没有结束哦。哦，这边。好，最后，最后，这个椅子呢，用什么颜色好啊？红色、橘黄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差不多都用好了呢。哦。朋友们，只有剩下的灰色了。好的，那就擦灰吧。好，哒哒哒，朋友们终于做好了，哒哒，嘟嘟嘟嘟嘟，哒哒。今天呢，艾莉用这个蜡笔来画好了小艾莉和小凯莉啦。我也真想去游泳的。没关系，我下次一定会一起去的啊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涂色游戏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。朋友们，拜拜。吼，一定吼，订阅我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要画的是豆豆小凯文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一起要涂一下吧。好的。为什么现在我要闭眼睛呢？嗯，为什么呀？我想要快点要涂这个小凯文的。这什么？嗯，这个干嘛呢？这个要戴。好，为什么呀？好，我戴好了，说一下吧。嗯。啊？那你是说今天要画这个小凯文，只能要选三个颜色？哇，不可能啦！啊，想想想，小凯文不累有什么？头发橘黄色、肤色，然后白色、蓝色。哦，四个就好吗？哦，好的好的 ，OK， 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那我要选哦，我要蓝色，我要蓝色，蓝色、绿色、蓝色，这边差不多蓝色的，蓝色，这个是蓝色 ，OK， OK， 这个是蓝色的 ，OK， 我要选一个这个了。那这次呢 ，OK， 选好了。那这边我要选肤色，肤色是。这是应该是在这边好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要选这个，那最后这个是彩色铅笔，橘黄色。那 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那红色、橘黄色 ，OK OK。那好了，艾莉都选好了三个颜色哦。好，开始了。OK， 那现在我可以看了吧？那现在我要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哇！哇！再见！红色，红色！哇，这个怎么可能了？我真的用这三个颜色来画一下吗？哇！这里有这么多个这个颜色呢，哇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试一下吧。衣服还 OK 哦。啊，怎么办啊？朋友们，刚才哦，摄影师朋友的他给我说，艾莉，笛子选了这个蓝色，然后也选了橘黄色。哇，怎么最后选这个红色呢？哎呦，啊，真的不行哦。
不过没关系的，这次呢，艾莉的挑战。 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红色跟蓝色，只有这两个颜色来擦这个小凯文。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好，先艾莉用完这个彩色铅笔，红色。我真的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？试试看。哦，这个是深蓝色的。 好，现在还 OK 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不知道这怎么样好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还 OK 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挺不错的。凯文这边的头发怎么办？ 红色真的不行，蓝色也不行啊。那这样吧，先倒数独步，我赢的话就换一个颜色 ，OK？ 有 ，OK， 来来来，先倒数独步。哇！没关系，朋友们，没关系。 对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红色跟蓝色一起，它会出紫色来。哦，我怎么没有想这么好的想法呢？那么，不行的啦，<笑>不行，就是蓝色呀！哎呦，不过。 朋友们，也用一下这个。哦，啊，这个是不是红色呀？这是有点粉一点的呢。好，哦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完成了，朋友们。<笑>小凯文，对不起啦。 <笑>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画的小凯文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。朋友们，拜拜！小凯文，真的对不起啦。<笑>朋友们，一定，呼，今天我们就是海盗船。